好啦好啦，无其他的问题哦，咱见面再讲。这个有时间。爸。搁要来搞乱中心的代志了。不是我爱乱，是爸对中心太过无公平啊。别去搞讲这啦，我不爱听啦。就算讲爸无爱听，我咪老实讲。谁拢讲袂听嘞？你的查某囝，啊，不过我嘛是忠心的太太啊。刚刚我看到家己的翁婿受到委屈，我就安结点点。自从忠心娶我了后，伊为着要加班，大家呢无闲甲无眠无日，就是为着要得到你的认同，这点你无话讲啦吼。想讲你早晚会退休。总是有一天，有啊重新表现的机会。啊，不过你选议员了，阁继续选议长，一直做到今嘛。重新是为少年的时阵，到今嘛头毛拢白啊，伊连一句怨叹话拢无呢，嘛是同款尊重你，嘛是同款对伊足忠心的，唔就是希望你会当给伊一次机会。哦，你讲啊，袂错。我话较苦毒嘞，我是规个法律事务所拢放予伊呢。嘿，我若无予伊这资源，伊即马伫法律界有今仔这地位，我对伊已经有够好啊啦。我即马总算用体会重新听到你讲，你要交班予燕天的时阵，迄种绝袂感觉。好啊，有够啊，莫再讲。真好，嘴讲到无，哪里拢听袂入去。莫讲重新嘛。我拢又要赞袂掉啊！伊替王家做遐尔济代志，拢无看在眼眼内，伊哪有可能袂伤心？你莫想讲你是我的查囝，我就放予你安尼无法无天哦！我真正想无呢，你为虾米要安尼安排哈？搁再讲啦，燕婷正常就一直咧讲，伊对政治无兴趣，伊学的是精品行销，伊即马做时尚杂志嘛，做了好好。为什么叫我侯燕婷甲张新兰拢无欢喜？好啊！我本来是无想来讲的，既然你定安尼问到底，好啦，我就让你知影是啥物原因。你家己看啦。这个相片啊，是翕到两个人，你也唔知是代表啥。啊，不过对今仔开始哦，你应该对你的婚姻开始要考虑一下哦。想袂到爸竟然找人偷翕东西，我家在伊暂时还阁唔知，啊，若为爸的个性，绝对要我离婚呢。为着我的家庭，就算讲我即马对忠信安怎不满。嘛，将来会当暂时先放下。查甫人，伫外口交际应酬，拄到查甫人的机会足济啦。啊，但是偏偏啊，忠信拄到的拢是同一个查某，你袂感觉奇怪哦？啊，拢没有疑心。爸，你一向拢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敢毋是？忠信，我的囝婿呢？我当然嘛较严格一点啊，就因为伊是你的囝婿，你才应该听伊。啊，不过你却在私底下群众中心。我群众伊是为着啥？为着你的家庭幸福。多谢爸。啊，不过我相信中心。相片内面的迄个查某，我嘛有见过。伊是中心的客户，天成集团的董娘。现在天成的法律问题都是中心在负责的，两个人见面很正常。见面是正常，地点就不正常，那是饭店呢。爸不是嘛，常常有镇上的阿叔阿伯在饭店餐厅里面说事，我不感觉这样有什么问题啊。而且中心最近说
伊咧无用天成的收购案，有真侪客户是为外国来的，嘛是爱住伫咧饭店。啊，伫咧遐讲合约的代志真方便啊。结束了后，两个人做伙离开，我袂感觉安尼有啥物问题。哎，我真正是哦，想保护你啊，哦，你接受啊，迄人伤少啦，所以哦，你才会这样尔单纯，因为全世界拢是好人啦、啊。讲我毋是爸，想了伤过复杂啊。爸，你是毋是从来就毋捌相信过忠信，所以才会派人私底下调查伊？敢有想过，忠信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伊会安怎想，伊安怎看我？敢讲你希望阮两个阿仔某安尼弯来弯去，婚姻无幸福？哎呀，我相信无相信，迄拢无重要。重要的是忠信，也是清清白白。我调查到尾，就是无结果嘛，安尼毋是真好哟。好啊，好啊，莫去搞乱这啊啦，等伊啦，我阁做些代志要处理。爸，你着予忠信选一届议员，好无？我若是无要答应。才尔呢，你为什么要读到遐尔硬？因为忠信的心肝足大，选一届绝对袂满足，一定要要求更加多，到时你要怎抓伊的条啦？爸，我是王家的千金小姐，我是王局长的查囝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我干那只是一个平凡的查某。想要甲家己的翁婿过平静快乐的日子尔，你已经考验忠信半世人啊！安尼感觉无够。你若真正想要过一个平静快乐的日子，安尼拜托的，你着听我的话，我即马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拢是为你好，安尼好不好？而且你要听好啊，我不管你。接受还是无接受，我所做的所有的决定，拢无可能会去改变啦。啊，你听有无？等伊。继续工作，有任何奇怪的所在，都随时告告。嗯。这张小英哦，电话一敲来，就想讲血道匹配球，叫我随过来，嘛唔知伊到底想要创啥。可能是知影我甲伊偷食的代志，甲珊珊讲。哎，亲嘛，听讲你找我哦，你若是要问婚事哦？我已经交代遐少年嘞，有啥物问题，你去找因。你若是要问公司吼，我即马已经辞职了哦。啊，你若是要找人做秘书吼，啊，你赶紧去叫人来交接。你到底是甲珊珊讲啥？无啊，哪有啦？敢无？你确定？你敢就抓？我无做啥物代志啊，我想哪来就抓？你卖俩专讲，唔知都是虾米多鬼？你这個人都是无信用啊！答应过的代志，睏起来都当作无发生。讲，你甲珊珊到底是变成嘛？啊，就真正无啊！你若是听老实讲，你即马住迄间厝，村的贷款我来拿。我唔是白痴啊，哪有可能摕几个天星集团的资产来甲你换几千万的贷款？真嘛，就算你我全世界，我也是不知道你到底还要讲啥。你，
你哪来啦？啊，你是要找我生？啊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早就跟我离婚了啦！不过伊即马身份证后面的名哦，写的阁是我呢。伊当然是爱我，啊，若无伊，谁哪会来我家？欧巴。